却始终清晰地留在我生命的记忆中。但是随后这一年，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。那年，我十一。抓住你了！你这个反革命，还动我你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我不是说，让我在最高的台阶上给他们领操。哪有那么多钱？一会儿给你买这，一会儿给你买那的。别给我撅着嘴，小不拉几，你还给大人脸色看啊？喜欢吗？你穿上两三年，我改一改，正好给你穿。小气鬼，我揍死你了！给你做这件白衬衫，花了妈妈一年都不漂亮。你们到谁给我弄到里的？弄到蒋是不是你？我向毛主席保证，不是我。我知道你们说那个杀人犯在哪。你进来干什么？为了你的衣服吧，笑死了！算我借你的好吗？不，这是我妈先给我做的，要是让她知道，她会打死我的。我保证你会有一件新的衬衣的，不信我跟你拉拉钩。上次死幺幺跟保华无多的事情明白。你没戏拍，你就回来，你去惹他们干嘛呀？我惹他们吗？我咋了？他一直都提到你不要命了？放假了，我正好，爸爸这两天呢也不去上班了。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，那个杀人犯被抓到了。我拿你记得吗？去观察光线照在大地上的变化，你仿佛都是在跳动的。所以画这种有生命的东西一定要仔细的观察，记住了吗？